往你那边了。哎呦喂，这是什么意思？打架啊！斗蟋蟀是流传千年的博戏娱乐活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蟋蟀这么霸气的样子。本集还会解析很少人见过的蟋蟀求偶产卵，那就开始我们今天主题，从零开始养斗蟋蟀上篇。Hello， 大家，我是许波，在我身旁是台湾国宝级大师，曾经蝉联两届世界斗蟋蟀冠军，曾经受过国家地理频道采访的谢觉安安哥谢老师。哎，大家好哈，大家好。以及安哥的宝贝，斗蟋蟀是一门古老技艺，我们身旁的安哥就是斗蟋蟀大师。哪里？那我们在看斗蟋蟀之前，我们先来科普一下这个蟋蟀的一些知识。台湾大概有多少种蟋蟀呢？目前是有117种。117种，讲也讲不完，所以我们把它浓缩一下了哈。它的栖息地，地栖，对，草栖，对，树栖。地区性台湾比较风行的，往地底下挖洞，多余的泥土它肯定是往上堆，我们把小土堆把它拨开，就有一个小洞在那边，赶快拿个水来灌下去。对，灌蟋蟀的就是那个，这种蟋蟀叫做台湾大蟋蟀，它在蟋蟀科里面它是最大型的。草栖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它不会挖洞，只是在草丛这样子而已。它有时候也会躲在洞里面，那大部分都是从台湾大蟋蟀它抛弃的洞，它才跑去那个。它自己不挖，它去人家挖好的。对。那我们这种叫什么呢？这种叫做黄斑黑蟋蟀。黄斑在哪里？这边就有两个黄色的斑点嘛。那为什么把它称为黑蟋蟀？因为它黑吗？对呀、啊，就是黑呀、啊。这种蟋蟀在古时候是带来的玩乐的，像大陆的都是在宫廷里面所玩的都是蛐蛐，那个子是比这个大概少掉2/3。差不多这种体型的1/3而已啦哈、哦。这么小、哦。宋朝的时候就是宰相贾似道，吆喝了很多人，就是卑女啊，什么都官员啊，就趴在地上在干嘛？斗蛐蛐，好玩呢。国家重视都不重要了。老师，你可以教我怎么抓它吗？我让你这次抓这只，再直接放在这样子让它下来。如果你会冒汗的话啦，湿湿的。如果它口渴，那因为我们会误以为说它在咬我，那就代表哎它口渴，你没有水分给它了。如果要当宠物，老师推荐哪一种？还是这种啊？这种。这种比较好养啊，它的成长过程就是跟我们人一样，我们的成长过程一样，它是杂食性。你弄什么给它吃，它就吃什么。蟋蟀的构造。只要是那个昆虫哦，直翅目的，因为剑门纲目科属种里面它是属于目了哈，它是属于直翅目。直翅目它有头、腹、胸，肯定它有两根触须，6条腿，然后2对翅膀，好，2对翅膀。那翅膀那个两对，当然在我们学术上是称为说前翅跟后翅了哈。前翅就是它外表那个比较硬的革质的隔膜的哈，这个是它的那个前翅。然后内翅膀等于是后翅哈，我现在把它拨开让你看一下哈。卡住哦，它不让我把它拉开哦，是网状的。它在飞翔的时候才可以看得到。没飞翔它是收起来的。那上面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圆圈？这边，圆圈嘛哈、古老的那一些老前辈都是公蟋蟀，都是盖一个印章。盖印章。事实上是这样子哈、它那个地方我们把它称呼叫做静膜，也可以把它称为叫叩音器。那因为蟋蟀的叫声就从这边来了，它展开翅膀之后互相摩擦，产生共鸣到静膜的地方所发出来的声音，就是那个圆圈那个地方。对对，那个速度啦、频率啦都不一样，每一种频率有每一种的意义在。除了这些之外，它还屁股后面还有两根，这两根叫尾丝，它很多绒毛哦。目前在荷兰科学家一直在研发，要做飞机的平衡杆用。除了触须，它还有两个护眼。菱形的哈，触须断了没关系，还有这两个护眼在辅助。好，这两个护眼，这还不打紧，还有一个，它有听器，在它前脚关节3节的节径上了哈，有没有？有，两边都有，两脚都有。有看到，一个椭圆形的有点。对，那触须可以断，护眼可以坏掉，这两个听器不能坏掉，但是重点它是事实上它是听不到的，都是以震动、震波为做基准的哈。这两个接收器的概念。对哈。那为什么那个不能坏？坏掉了，它就好像是瞎了眼睛一样。这两根不能断掉。公母的差别。因为人都一样嘛，男孩也有人很高，也有人很瘦，也有人很矮。女孩子也是一样的哈，也是一样。哦，它就拉翅膀。拉翅膀，加油。
是先拉裙子的概念吗？我手上所拿的比较肥胖的是公的了哈，嗯，那比较瘦小的是母的，嗯哼哼，那在纹路上看清楚一点点，嗯，公蟋蟀的纹路是不是比较乱？嗯，啊、哦，真的耶，母蟋蟀是不是相当整齐？真的耶，哦，差别就是说，因为那个公蟋蟀它有一些那个弦气、弹气，也有那个静膜，母蟋蟀是不是全部都没有？也不是说所有的蟋蟀都会叫了哈、哦，母蟋蟀就叫不出声音来的，因为它没有那个。啊、哦，没有叫的东西，所以它叫不出来。哦，母蟋蟀不会叫。在外面，在田野里面，你所听到的全部都是公的。嗯。如果再看幼虫的话，就是要看它尾部的哦。嗯。看它尾巴，也是两根的是公的，嗯，三根的是母的，啊，相当奇怪哦。通常那个公的都多一根嘛，嗯、但是蟋蟀是颠倒的，母的多一根。好、嗯。哎，多一根在哪里？来，我把它颠倒，让各位瞧一瞧。老师刚刚说，原本是公的会多一根，来母的多一根。这一样，我手上捏的这个是它的那个内翅膀嘛，哈。OK， 屁股后面是不是多了这一根？嗯，有没有？有，总共三根。对，那两根尾丝嘛，就加了这么一根，嗯、这一根叫做产卵管。哦，从幼虫就可以看得出来，都它是公的还是母的了哈。蟋蟀的寿命，它们不同种都差不多吗？没有，可以活到几岁啊？一年都不到了，不可能一年呢、啊。在夏天的过程呢，等于是高温，它长了翅膀，顶多是100天，加上幼虫嘛，嗯、成长这个过程就45天，再往前挪卵就是9天，这样我们把它核算起来，一个循环就是2个月，所以它繁殖的速度很快，温度是在25、26度是最舒服的。哦，温度越高，成长速度就越快，然后寿命就越短，湿度是45%以下，嗯、高太湿变成是有霉菌。菌它会被感染，一只一只慢慢的死掉。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老师普通饲养的盒子。哎呦，这个盒子怎么那么大一个？我数量比较多的，我就放这样子。你数量越多，养出来的蟋蟀体型不会很大。这个板子就是让它们增加空间这样子。对对，这个可有可无。可有可无啦，你罗报纸也没关系。那是放饲料对不对？对啊，什么饲料都可以了，鸡饲料可以了。养的部分真的很简单，只要你吃什么，我多余的就给它吃，要不得的就是大肉面。嗯，地瓜它我们那个叶子，我们把它折开，是不是有一种白色的乳汁出来？哎，对，有白色的液体的话，那一种就尽可能不要，哦、它会阻碍它的成长。哇，它的大便好好笑。就是一小颗，对，看它是什么东西吧，就拉什么东西吧。它长得好像就是迷你的大便，对，哎，不是，它就是迷你的大便。蟋蟀的一生，从蟋蟀求偶开始。这是求偶的声音，求偶的声音蛮好听的，对，有一种轻音乐的感觉。交配。老师他们是怎么交配的呢？很多人想知道，但是很少人看到。哦、公蟋蟀在下面，嗯、母蟋蟀在上面、欸。公蟋蟀绝对会有那种的求偶的声音出现、嗯。重点，母蟋蟀如果不愿意，没辙。公蟋蟀有一颗精包，母蟋蟀不愿意，你公蟋蟀强求也没用、啊。嗯，哎、欸，它就是那个鳃门就不打开，哦，那个精包就没办法传送，你就没有门进去。哎、欸，没办法。产卵。没有交配，它还是会有卵，跟鸡跟我们鸡鸭是一样的那个蛋，哎，但是你没有做真的，算空包蛋的。对对，最后一次蜕变脱壳成虫之后，大概1个礼拜左右，它肚子里面就慢慢还也叫卵花了，哦，它也有，没有交配一样会产卵，嗯，只是它产下来的卵我们都要孵化而已。产卵真的很少看到，我个人是弄那个卫生纸弄一坨，嗯，没有挤压，比较松软，弄潮湿，也不能太湿了哈。那母蟋蟀因为它所居住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硬绷绷的，嗯，没有软软的了哈、嗯。那它自己越寻找，哎，寻找到软的地方，它会爬上去，两条后腿会勾住那个卫生纸，然后那它屁股后面一根那个产卵管，自然而然它会使尽所有力道往下刺，就跟打针一样。对啊，刺下去会顶到屁股，然后它会提起来一点点。注意看哦，它那根产卵管会裂开，一颗透明色的卵会瞬间溜到卫生纸里面进去。刚刚有一个这个裂开，溜下去有没有？有一个洞，它可以堆积到满是5颗。嗯，所以它肚子里面是大约了哈，如果它身体够健康的话，大约有500颗卵左右。没有干扰的情况之下，大概会分为3次，慢慢的把它产完。我一次要插33个洞这样。对。它很耗体力的，所以它在产卵的过程当中是最忌讳的，就是说怕干扰到。假如说它在那颗卵刚好是在中间，管裂开了。然后要溜下去之前被我们那个惊吓到，它会赶快急速拔起来，拔起来它会卡在中间，
那上不上下不下，这一只蟋蟀它到最后的那个就会爆掉。哦，就等于是炮管卡住了。对，好，这是一个最要命的地方了。关心归关心的哈，只能看不能动，一动就完蛋了。是，孵化。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个卵是没有受精的卵。哦，这是没受精的。有受精的是色泽会比较黑，因为卵它刚刚生下去之后是透明色，大概第三天它会转为有一点黄色，到了第四天第五天头部有一个小黑点已经成型了啦。哦，要孵化的。这些小蟋蟀刚出生刚羽化从卫生纸里面爬出来那一刹那开始的它是透明色，大概多大只？跟我们的小蚂蚁差不多。哦，小蚂蚁，很小很小。经过空气，我们这个生化转换嘛，慢慢大概也要大概在完全变到黑色，也要大概是4-5个小时。哦，不要误以为那个是蚂蚁，因为我刚前面我有讲到嘛，就是说它那个攻击太多嘛，蚂蚁也要吃它嘛。所以我第一次研究的时候就误以为它是那个小蚂蚁，把那个全部都把它弄死了。错是错的，它是属于不完全变态的昆虫，脱了8次壳，每脱一次就长大一倍，脱到了第8次它就是长了翅膀。最后一次脱壳完之后，起初也是小小的一片，半个多小时吧，然后慢慢的成长，翅膀会拉长，拉到极限就会去顾着它的壳，脱下来之后然后把它吃掉。对，让自己身体这边再多一些对甲壳素的问题吧。完整的长完之后会慢慢的变色，大概这个时间大概要5-6个小时，很长。这个就是已经完成蟋蟀的那个整个部分。黑色跟褐色跟金黄色了，是那个是基因问题。如果你想学的话再找我，它不会往地底下，因为等下就会爬到我头上去。会。这时老师拿出奇怪道具，说可以让它发出声音。往你那边了。哎呦喂，呦喂，呦喂，这是什么意思？打架啊！哦，打架。打架喽！哎，小心哦，会咬你一口。那个，它这个是那个警告的声音。哦，酷哦！没错，安哥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让我们体验斗蟋蟀了。不过由于斗蟋蟀是一门具技术性而且有趣的技艺，本集科普篇篇幅已经太长了，所以下集再带大家体验斗蟋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只蟋蟀它的那个性质比较温顺，真的耶。对，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想要联络安哥的话，可以看这边的电话。打电话给我，不要叫我谢杰安，不要叫我谢先生，不要叫我谢董，叫我安哥就好。好的，不然的话我把你电话挂掉，我不知道。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拜拜，拜拜。因为他的脚呢，现在越长越大，不会杀人对。对对对，我昨天帮他洗澡的时候，他就医生出现了，快点快点快点。